乱付红码是典型的乱作为，从严从重，问责追责。22号下午，郑州市纪委监委通报，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付红码问题调查问责情况，五人受处分，其中负主要领导责任的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宪斌，负重要领导责任的团市委书记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负直接责任的是大数据局科员，是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健康码管理组组长陈冲，以及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耀环，郑州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赵勇，分别受到党纪政务处分。通报显示，上述五人法治意识、规矩意识淡薄，违反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办法及健康码赋码转码规则，擅自对不符合赋码条件的人员赋红码，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健康码是以实际真实数据为基础，客观呈现个人健康状况的电子凭证，旨在更加精准、科学、高效、便捷地实行防疫，在我国疫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防疫措施的有效手段之一。用码有范围，权力有边界。健康码不是随心码，不能想改就改，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健康码只能用于防疫目的，服务人民身体健康。滥用健康码，损害防疫政策严肃性和公信力，是典型的乱作为，必须坚决杜绝。还要把背后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搞清楚、弄明白，进一步把健康码的使用规范起来、严格起来，让健康码看着安心，用着放心。